开始了。不可以耶。垃圾，我们的包裹还可以台风，让我们淋了一点雨。等下去金宝山的人一定觉得说，这家笑笑。3, 2, 1快，你期许他怎么样？今天心情不好的同事，我要去做什么？冰棒手骨折手，我好痛。客人留在店里的礼盒，每人回来拿。非常好吃耶。